Hello，我们今天要去 cottage 玩，这周刚好是个长周末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，还要去买个酒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烤肉，已经 set up 好了在外面。现在大概十几二十度的样子。你好好奇怪啊，你好像那种不是，这好像那种冲厕所的那种瓦的。习惯拍云朵儿的微微第一次帮我录像，哈哈 哈, 哈，我就不剪辑了，你们欣赏欣赏这过山车的手法。哇，好棒啊！我们微微突然就发现了广角镜头，很轻松就突然切换了呢。爸爸不要讲了，都不用美，可以了，开机吗？开好了，十秒了。哎有妹妹呀，有妹妹，好多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。一个，你给我做一口好不好？那，巨巨冰，是那种色素的味道。我们分一根可以分两个人。咔，大家好，今天是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是早上十点二十七分，今天是星期天。太准确了，我们现在去吃饭，然后走八分钟去 Sunset 吃早餐。太多人了，失败了。哦，那后面的 Hello， 我们两个不去开摩托车的小分队来湖边逛一下公园，这还蛮多人的，有一种 social gathering 的感觉。对，我们 Sophia 小朋友今天是来春游的。天气超好的，今天大概二十多十九度的样子，然后有太阳，但是太阳不是很大，照在身上也不烫。九月份应该是多诺最舒服的一个月吧，又没有虫子，然后气温又不低又不高。我们现在来一个 provincial park， 想要来爬山，然后这个人家里有一个兵马俑，他的门口有一个这个。真的快！这里好像哈利波特后面那个森林，禁林。哎呀，这是我砸的，这儿都砸一砸软。小心啊，那石头会崴到脚。目标好高远啊！哎呦我操！牛！给我看一下。畸形，哇，这个好看！我刚砸那个都被虫蛀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拿回去洗一下。这里也是有虫的吧？拿到这边来了。你拉吧。哎呦！这是地上。我会入境吗？这样。你咬给我玩啊！我真系顶你唔顺。我不要。咬吧，你吃个嗨，在那里一直住，一直住。我就等着你不足我录一段，你就可以拉在我的背景音乐里面。Sorry， 我也没放。Yep， 三百亿。周月婷名场面，每次都是周月婷输，每次周月婷，哇，这次落魄到两万个呀！如果有我呢边，哇，真系大钱哦！同你讲，广东省内 PK 就在此时啦！哇！顶！哇！有可能同花我那边。哇！没，一个赌徒，给你两百，少啊！